这种品质的你可以卖得很好很好的价格。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说，给点时间就够了。来，谁家用牙膏的？我一句话不想跟他说，给你们看一眼是不是茯苓糖的。云姐给我的单子上订的有这个，来吧，看一下，茯苓糖牛黄牙膏，正统，1857年，家人们是不是茯苓糖的？说实话，糖糖的工厂也生产牙膏，但是茯苓糖正统的牙膏就这一款牛黄牙膏。大家都知道牛黄是干嘛的，这是加号里面卖的牙膏，这是茯苓糖加号里面卖的牙膏，嗯，挺贵的。大家都知道这种是有，为什么加号里面都可以卖，嗯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茯苓糖1857年，大家都知道100多年老品牌了，牛黄牙膏。来吧，助理给我上一下。店里面是99，加号里是99，这个咱们平常嘴巴不舒服的，来，99不要了。来，我看一下进货单，59一支。来，助理也给我挂上去，把359给我改价改到59。云姐，我跟你说，你欠欠糖糖好不好？你再给云姐打电话，我就火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嗯、来，59来上一支，我手里有几支就给大家拿几支啊，2支、3支，我到时候会补给你的。4支来上，把电话挂掉。不要挑战我的脾气，把电话挂掉。你跟糖糖说，我到时候会补给你，好不好，云姐？5支。不是，别啊！我跟你说，不要再给云姐打电话了，你听不懂吗？我会。来，所有人去拍。59.9，5支，他59.9一支拿的，咱们5支，这还不快吗？这还不快吗？我59.95支出的还不快吗？来上，你还给人家打电话，你还嫌我不丢人吗？糖糖，你这样亏着卖，我早自己都出掉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子，这跟你这样子，你以为这跟三超那普通牙膏一样啊？你自己让我处理好不好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很快就，我随便参操，我处理一下，我很快。你怎么好意思给人家云姐打这个电话的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59.9，家人们，他拿1支，咱拿5支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牙膏不是普通的牙膏，家人们。你们都知道茯苓糖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你们收到手是不是茯苓糖的，是不是云姐的货？大家知道茯苓糖这样的品牌出牙膏，它能是普通的牙膏吗？牛黄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比我都懂牛黄这个东西是干嘛的，我不能给你们解释了，好吧？这是人家加号里面，而且这款牙膏是茯苓糖唯一正统的，看到没？2个字写的很清楚，包括品牌的历史，1857年的全部都印在这一款牙膏上面。所以这款牙膏平常卖的挺贵的，但是他拿是59.9，他拿一支，咱们拿5支回去用，好不好？比普通牙膏都便宜。他恐怕我卖出去，知道吗？他很怕我卖出去。来，5支。好。我现在只想赚点米给你，你不要这个样子给我弄了。明天你离开这里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不离开。不想失去你，糖糖。我现在不要面子，我只要你和米，我只要把我米赚了，我补给你。我只要你相信我，不要面子了。你就不要给我出了，我自己去处理，我跟云姐说，
我会补给他的。你要想快，我就稍微价格低一点，三超一放，很快的，三两个月光光的了。你不要再碰云姐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丢福林堂的人了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不要，真的，你不要碰云姐的东西了，你就把拿人家的货，剩下米给人家，给不出，炸了，把这个米给人家。你还想着赚钱呢？不赚钱我怎么还？我们俩的账以后再说，家人们，现在是云姐的，她必须得给人家，知道吗？我们俩的往后慢慢算。知道，我得给人家，就不是不给。59.9，今天你到手5支茯苓堂的牛黄牙膏。这牙膏很好用，因为家人们，你们知道糖糖前段时间牙疼，你们都知道我牙疼，为什么我能忍了一个月我才去处理这颗牙，我要感谢这个牙膏，真的，我就是因为这个牙膏，我整整拖了一个月，我都拖下来，我这个牙就是一个月前就是已经当时就已经发烧，已经疼，已经肿了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真的应该感谢这个牙膏，他让我差不多拖了一个月，你们是看着的，直播间的老粉是看着我是这个牙齿真的是整整拖了一个月，因为那个时候，然后云姐就说你赶紧的，我给你寄点这个牙膏，你就天天刷牙，你就用这个牙膏，你就会缓解一些，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一颗牙才整整是让我缓了一个月，我才给它处理掉，不然我根本坚持不了一个月，早就受不了去加号了，我那个牙。正常牙膏的克数啊，我没认真看，反正你们都懂牛黄是干嘛的就可以了。对，家里面牙齿不舒服的，好好用这支牙膏，好好用这支牙膏就行了。不是啊，糖糖，你现在你不相信我就算了，你就让我自己去解决，自己去处理就好了。不能这样子给我阻碍，是吧？我会给他的。这多少颗？哥帮我看了多少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这味可以啊，这味都。你给人家云姐道歉，给人家云姐道歉。我会。现在给人家，你一个电话都不要再给人家打了。我一个电话都不要再给云姐打了。现在家人们，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事情有多严重，好不好？你们来给我分析一下。我过生日的时候去云南，我帮他拿了这批东西，说实话真的摆摊都赚钱。为什么？价格低，人家云姐是刷我的脸才给了他这个东西。现在好了，他当时说身上没有，然后要拿30个货，20个是我堂堂出的。今天人家云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，大宝只给了他10个，好，那就相当于你大宝一毛钱没出，我堂堂出了20个，你只给了云姐10个，那还有10个去哪儿了？家人们，我问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？我给了你20个本钱，有10个去哪儿了？好，你给了人家云姐10个，但是你又从人家云姐那里现在已经出了一批货，已经出了10几个了。你卖的米去哪儿了？我先不说你赚的米赚了多少，你本儿去哪儿了？你现在大宝说让我不要出给家人们了，这个东西他回来他自己卖了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米还给我跟还给云姐，大家觉得靠谱吗？我还能相信他吗？你是反反正正把我跟云姐都套进去了呀，你现在不给人家这20个，我要不要把这20个给人家云姐？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大宝不给我都得给，不然我这个妹妹以后不要再做了。我没有不给，我就拖些日子。拖不了，拖2个多月了，
家人们，我过生日是几号？我7月18号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家人们，2个多月了，你给人家一毛钱了吗？我怎么相信你会给人家？来，咱们家有什么茯苓糖的东西全拿来。这个牙膏120克呀。120克的牙膏。嗯。一支120克啊，家人们，不是那种小的。给我拿个我喝的化橘红吧。来，化橘红是不是199一盒？对不对？我过生日的时候是199还是188？家人们，我忘了。来，助理给我改价，全部破掉啊！我连本儿都不要，今天我连本儿都不要。咱以前是不是199？家人们，今天破价。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咱今天破价，我最后一次给大家上化橘红，为什么？我以后我也不好意思了，我就把云姐的这些给大宝的这一点给大家炸了，来138上车。干嘛老化？来，所有的老粉给我见证一下，化橘红是不是以前卖199还是188？是的，家人们给我扣个是。我直播间所有的真实的粉丝，我直播间应该有60%的人都买过化橘红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记不清了，不是199就是188，今天138，我拿两盒，拿两盒，把那盒没喝的也拿来，来两盒。以前是199一盒，家人们，大宝能挣个20块钱，今天138两盒。亏的算他的，138算云姐的，来，238，大家知道，化橘红是干嘛的吗？的去喝，吃了火锅，吃了烧烤，吃了油腻的，你家的孩子都可以喝。我今天扁桃体发炎，我在喝，你们应该能明白是什么东西。它比胖大海还要好。它比菊花好很多倍，知道吗？就是胖大海菊花在他面前就是弟弟的弟弟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润那个什么，有可有痰痰的这种情况，喝它好吧，喝它，它是特别适合秋天喝的，就类似于高端的高很多端的这种秋梨膏，然后胖大海等等。在他面前都是弟弟的弟弟的弟弟，你们去搜一下就知道化橘红是干嘛的了，好吧？去吧，今天138两盒，两盒里面是6罐，家人们，你说99两罐是2罐，今天一个里边是3罐，现在的包一个里面是三罐，相当于今天你到手是6罐，6罐的话，我的天哪，划一罐化橘红才。20块钱，好喝吧？20年陈的，你先不要说了。以前199，对不对？今天138，今天138，对它的作用，大家自己知道，就行了。去给我拿一个我喝的，给大家看看。来，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把那个盒子打开给他看一下。我打开了。一片两片去泡水就可以了，嗓子有痰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没跟大家说，你家的孩子积食了，你家的孩子积食了，或者你吃火锅吃多了，你吃烧烤吃多了，给你家的孩子给自己在水里泡一粒，好吧？化橘红，说实话有很多假的。但是茯苓糖这个品牌你放心吧，啊，放心的喝，100多年的品牌，你不用怕喝到假的。就这样的罐儿，一盒里边3罐，一盒里边有3罐，今天给你发2盒，到手6罐，到手6罐，所有人都可以给我见证，我过生日也是199两罐，
199一罐，里面是两盒。今天你到手138，六盒，家人们，一毛钱不赚你的，绝对一毛钱不赚你的。你自己买过的老粉应该知道今天这个价格，我只求给人家云姐能拿回去拿多少拿回去多少，剩下的再看他怎么给我解决。138两罐，不是两罐，两盒，六罐，去看。家人们，你帮我们劝劝塔塔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这么处理啊！别人卖货都是赚米的，你想处理你，那你按以前这样子不赚米卖也可行，你这样子亏着卖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不能亏着卖。哪有说亏着卖，那卖干嘛？什么？我怎么想？